你用早 C 玩意就发明起 B 还反黑，先别着急放弃，一定是你没试过 ABC 的不服公式，不仅更温和高效，还很适合容易敏感翻车的脆皮和新手小白。今天我就从内容的逻辑到产品搭配，一整套傻瓜的教学方式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，笔记我都整理到最后，记得点赞收藏。第一 ABC 公式，简单来说就是在早 C 晚 A 的护肤流程中加入了维 B， 也就是利用维 B 的修护能力来 K 养 K 老，保驾护航，强韧屏障，降低刺激性，拉高使用的效率。要知道屏障健康跟皮肤老化息息相关，也是抗老的重要前提。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 HBN 的 A 醇产品，他们家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，很推荐新手从 ABC 公式做起，循序渐进，稳妥抗老。第二，产品搭配，那么该如何搭配产品呢？首先想要温和抗老，可以用 G 加 B， HBN 的发光水搭上 B5 面霜，一个温和 K 养提亮肤色，一个舒缓修护肌肤屏障，还有一盒多因加五种神经酰胺改善屏障修护，很适合换季皮肤干痒的朋友。到晚上呢，就可以 ABC 齐上阵了，发光水、双 A 精华再加上 B5 面霜。双 A 精华相比于晚霜呢会更加温和一些，双 A 加上烟酰胺舒缓生效，帮助 K 出老，肤感较清爽。油皮想要精简一点呢，省掉晚上的发光水就行了。然后进阶版是这样的， A 醇产品呢可以升级为双 A 晚霜，又是一个我推荐过很多次的老面孔的，熟悉的双 A 搭配包裹，提高 K 老效率，降低失活风险，淡纹效果看得到，值得一试。但千万别忘记，不管是温和还是进阶，都需要建立耐受的，并且防晒必不可少，不能偷懒。好了， ABC 护肤公式重点全部在这了，别忘记截图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